我是严胜冠，我先介绍一下我旁边的好朋友，他叫做怡清，那是算是在制造业里面哦。那今天我们大家站出来呢，是呼吁大家一起来响应我们 ECFA 要公投的活动。我们看到马英九上任以来，他的政策不断地向中国倾斜，似乎是要有往终极统一的方向来进行，但是台湾的未来我们要靠台湾人民来决定，台湾的未来应该要由台湾人民来决定。所以今天我们也呼吁五六年级的各位朋友们，不管是用西元算也好，不管是用昭和算也好，我们希望关心台湾、爱护台湾、疼惜台湾的各位朋友们，大家一起站出来，一起来保护台湾。所以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响应 ECFA 要公投这样子的活动。那个，咱叫做林环，还是咱寄的吼，寄到这个啊，那个中央东部，还是咱启东部，还是咱严胜冠议员、洪建英议员服务处吼，来响应这个 ECFA 爱公投的这个活动。好，各位咱乡邻街好朋友大家，早安大家好。咱今仔个进行就是这个 ECFA 公投连锁活动。好，拜托各位好朋友，为了咱未来，为了咱家家孙孙吼，咱共同来响应 ECFA 爱好公投。各位咱乡邻街好朋友，咱乡邻亲爱的好朋友吼，大家早安大家好。啊，咱说话说进行是咱第一阶段 ECFA 公投这活动哦 ，ECFA 公投活动。好，那拜托所有好朋友哈，共同来响应，响应这个非常有意义 ECFA 公投这活动哈。来，到这边气球无？哎，到什么？我就哦，你先，我叫你先签名了会知啊，我打电话给你们详细的地址哦，安尼啊，安尼啊简单哦。哇，我一开口答出你。好，电话有啊，好，啊，你先签名嘛，好，啊，出来好，我打电话给你们，好。多大个？好，谢谢，他就在家里，谢谢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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